个小时，现在多远？我们现在是不是是看到哪里啊？已经在深圳市宝安区，这附近就是宝安机场啊。那从宝安区开到老雷那个地方要一个小时，它在龙岗区，龙岗就属于关外的，就比较远了。龙岗离香港很近的啊。不然我的意思是我们是看到宝安，还是看到他住他那个酒店？是说啥？你不是看酒店吗？咱们定位就是。